招式接龙，第一招，大哥请。哇，见功夫了啊！哇，小心，完了完了，哎呀呀！其实可以秒杀小王的，如果你最难的话秒杀他了。来了来了。哇！哇这招叫天外飞鞋，对吗？大哥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，大哥？这好难啊！大哥，这招真的好难啊！不飞鞋不算，对不对？对。从小鱼开始接，真的一定要玩这么狠吗？那只是个意外啊！好。加你一个，加一个，加我一个，我想想，什么招数？这叫什么？接鞋360度无敌，超级转体，不得了！你难的不是动作，你难的是这个名字，谁记得住？关键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好。你们小心点头啊，我不知道翻哪儿去了。大哥那动作是好，哎，鞋不得了，你被小王秒杀了。我就当我接住了啊，然后那我自己的动作，我这招叫那个章鱼赛跑。哇！章鱼赛跑，大家请看秘密绝望的眼神。秘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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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赖我。一脸生无可恋。好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秘密，好不好？这一上来是怎么着？是这样。第二个对，天外飞鞋。然后，好，飞出去了，飞了好远。第二个，当我接到了啊，当你接到了。章鱼赛跑。章鱼赛跑。往前跑。在原地挣扎的章鱼。好好 ，OK OK， 做得到了，做得到了，再到你一个。嫦娥奔月，嫦娥奔月。嫦娥。啊！子浩，你可以的，可以的 ，Come on man。我是个男人。那你做一个 man 的版本。我下不去了，我恨你的。大哥，这鞋算是把人给坑了，坑了，坑了！天外热吧，差点中了。哦，这裤子有点问题，等会儿。我想在这边拍一个。之前的章鱼伸出的是侧腿，现在伸出的是两条前腿啊。能动不就行了吗？Come on， 有节奏，有节奏。嫦娥奔月是吧？我真的有点怕你裤子啊！行了，这叫嫦娥卡裆。嫦娥卡裆，对，卡裆之后呢？涛哥来个秒杀的。秒杀了，后面就没东西玩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做一个我能做的，你做一个我们能做的。做这个，做这个，这个。哇！很棒，很棒，很帅。没得玩了，没得玩了。这个叫地陀螺。我以为地出溜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。
满地都是你的味道。我醉了。喂，好。哎呀哎呀疼，哎呀啊啊！哎呀哎呀，卡档了。喂，哇，我觉得可以淘汰了。我觉得特别的侮辱。嫦娥奔月。嫦哦，嫦娥卡档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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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这个厉害了，秒杀秒杀。对对对。好。你这个是秒杀你自己好不好？倩倩，哇哇，王源接得到啊，反应好快哦。哇哇哇啊，他好像要弯到后面去。然后第四张，哎呦哇，你这个差跟我有的一拼啊。嫦娥卡刀卡刀卡刀，你这个是这样的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没错没错，这样转过来的。对，算过算过。然后那招厉害了，我跟你讲，一般人学不会。好，自己的一招，还有自己的一招。提醒一下你，只剩一个热巴了，出不出绝招看你。你来一个他完全学不了的，你就赢了。睡了就不好了，大哥过来出招来了。你要么后桥，要么前桥。他学过舞蹈的。他不会这个应该。我讲这个他已经懵了，他应该不会。他现在是装懵还是真懵呢？不要了，我做一个刚刚我做过的，他肯定做不了，我觉得。哦，你肯定他做不了，你确定？我觉得他肯定做不了。哇！哇！这招是什么？这招就是做叫做你做不了的。你先活动活动，犹如死尸。可以。热巴都在你身上了，这个胜负。没掉，你这是唯一一个没掉鞋的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搞事情啊，热巴！哇哇哇！哇，好轻松哦，耶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东西？我跟你说，哎呦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东西？哇，好简单哦。很难的啊，这个。好难，哎呀，头疼。下一个比较容易的，对不对？你能做吗？你能做吗？你做了你就赢了。哇！评判一下，算完成吗？打平，打平，打平。